你们看这一条大鱼，哇塞，这是不活了吧？还是隐藏？哇，它还是活的，快看快看，哇哇哇哇，它在这里隐藏，这种鱼都会隐藏了，一握沙你根本就看不到它。哇，这一条大鱼，赶紧给它抓起来。它这个鱼非常大，它劲很大，你们看。我这是个片片鱼哈，咱们之前也抓过一次，这个鱼很好吃，这个鱼很肥很胖，你们看肉，你们看这肉肥肥的，缺氧的感觉，看张大口呼吸，咱们赶紧把它放桶里。哇塞，你看在这里一条八爪鱼，你们发现了没？哎呀，它这里藏的不明显，你看还有一个爪爪在上边。嘿，哎呀，哇塞，拿出来了。看这一只，这条还是可以的啊，浪一个浪的一个浪的上来，再来晚来一分钟就发现不了它了。翻翻石头看看底下有没有八爪鱼，好沉的石头啊，只有小螃蟹，看不到八爪鱼。哎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？我看到那里有，在这里。看，哇塞！哎呀，它藏在底下好安逸，我翻了好多大石头没翻到，没想到在一个小石头底下。早知道我就不用费那么大力了啊！放桶里啊，好大一只！看这边来，哇塞，快看，快看，这里还有一只小爪子，快来快来，在这里不小呢。走过来一看，它的脑袋藏在石头底下，哇，滑下去了，它跑得好快呀、啊，特别滑溜。哇塞，这一只跑得好快，你过来拿。过来，这还一只。哪里啊？哇，在石头底下。我在这。过来看到了。躺在这个大石头底下，我差点没发现它。摸，看这一只，哎呀，身材也很苗条啊。今天的八爪鱼都很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哎呀呀呀呀，这吐沫了！这是谁？他在这里跟谁干仗了？哎呀，好可惜，沫出来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抓八爪鱼的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它的沫出来。先放桶里吧。我看看这里是不是有小海螺啊？一只。这里两只，这里还有一只，这个颜色不明显，你看它跟这个石头多像，差点没发现。过来才看到是两只，个头不小啊。这个回去啊一炒，多好吃，你们知道不？放桶里啊。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哇塞，个头也可以哈、啊。那还一只，那还一只。哪里啊？这不嘛。看没？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爬过来才能看到，不得不说我眼神不如你啊。看这是个啥石头，看这个个头不小哈、啊、多亏了你又上货一只，嘿嘿，放这里。看这里好大一只大蛤蜊，又捡了一只大蛤蜊，今天这里大蛤蜊很大。快看，我发现这一条八爪鱼，它这个姿势好像不太对呀，这是不活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对啊，快看快看，也还是活的，但是不是太活跃。你看这里应该是，你看这潮都快长到身边来了，它应该是在这里时间长了，但是看着它这个还是挺有食欲的，也是吐沫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吐沫就不太活呀。我的天哪，快看这么多大毛蛤蜊，这个在东北那边是不是叫赤贝呀？快看快看，在我们这叫毛蛤哈，因为它边上这外边壳上都是毛，所以叫毛蛤。但是它里边啊鲜红鲜红的，吃刺身非常非常的好吃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多少个呀？三个。我刚刚过来的时候，我看还有在吐泡泡的。四个，看看看，一个比一个大，四个就是一大把。五个，看，六个，哇塞，不少吧？可以啊，放桶里，都拿不过来了。看这里还有。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看这一个差点就握进去了。十个，它是在这里呼吸吧？你看这个怎么还对了一个口啊？看，有点受伤啊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咦，我看呀，怪不得它握得深啊，它最大呀，有没有？这里还有，哎哎，不是，不是，看这一个也握得好深啊。哎呀，给它洗洗，看看看，好脏呀！这个有点坑，有点坑，你们放心吧啊，没有问题。哎，还是活的。看看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好小啊！看这个什么形状啊？还是方形的，有意思啊哈！连毛蛤蜊都是这种椭圆形的，它是方形的。你们看这里一只小金鱼蟹在这里爬行，
比屏幕前的小可爱们拍一下寄居蟹啊，看看看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不拆了，你别拆了啊。这里哇，这个握的深，这个大，大的握的都深啊，大的力气大是不是？你看这里是不是八爪鱼在这儿？看看，哇，走近一看，这里还有一只猫蛤蜊，这个是啥？这是不是小螃蟹？天哪，我看明白了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只螃蟹正在蜕皮，正在蜕壳哈。赶海这么多年，上次碰到了一只。正在蜕壳，就是已经蜕完壳的大虾，我只见了壳子，虾没见到。但是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到正在蜕壳的螃蟹啊，就软壳的螃蟹都见过，见过好多次，但是没见过正在蜕的螃蟹呀、啊！天哪，真的是！再仔细给你们拍一下，再看看咱能不能看到它，就是全部都蜕出来，能不能看到这个过程哈？你们别嫌时间长，咱们等待一下。哇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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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功！恭喜恭喜，鼓掌！你现在哈，蜕完壳的这个螃蟹，它非常的虚弱，而且不管是大的小的，刚蜕完壳，它的肉的话就没有那么紧实，虽然肉很多，肉是最多的，因为它每蜕壳一次都是它成长一次，你们知道吗？行了，我也不多啰嗦了哈，我把它的壳拿出来给你们看看。我，快看，完整的壳子哟，当然缺了一个大爪。我看看，螃蟹本身也缺了一个大爪。其实它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啊。这里毛蛤蜊给它收了，差点把毛胸给它冒了，放桶里啊。壳子也给它放在这儿吧。哈，这里又有两只毛蛤蜊，今天沙滩上好多毛蛤蜊，你看。就是海里这么一批，它就跟来到这个沙滩上居住了啊，所以说抓到好多毛蛤蜊。看这里又有两只毛蛤蜊，就光明正大的在这里，它们是不是要相会呀？我来帮帮你。看这里还有一个卧沙的毛蛤蜊在这里，头上是啥呀？你看哈，它吃的是什么出来了？黑的还是？天哪！我说要不然不能在海里扔垃圾，你看。吃着袋子，不管了哈，看看石头底下有没有货。哦，八爪鱼压死了，压死了，压死了，草率了！我天哪，我都没想到里边有八爪鱼、啊。看看看看，压到他脑袋了，头给他都压扁了。我随手就这样一扒拉这个，他在这里藏着，我没看到。其实就是我翻石头那一瞬间，我有看到一个爪子在这里，只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而已。他也给他压不活了，收了，还放桶里吧。哇，看这里一个大蛤了，哇塞，这个大蛤了好大呀！他就这样直勾勾的躺在这，应该是在等我吧？我看前面好像还有，哇，快来看，全都在这里，一个一个的都排在这，就跟排队一样。看，这个小一点，这个大，哇塞，这个在沙里，哎呦，这么大个，过瘾吧？你看。这样的话，三四个就吃饱了。看四个，不少哈。看多么大！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沙滩上这么多大蛤蜊，太过瘾了！给你们看，你们想象，我放在手上给你们想象一下这个个头，过瘾吧？放桶里啊！刚来的收获，继续。哇塞，这里一条八爪鱼在这儿，看它藏在这儿还挺会藏呀，只是没藏严实。你看大爪子露在外边。给它拿出来哈！哇塞哇塞哇塞！哇哇哇哇！好漂亮这一只啊！呀，你看它这个爪子好小啊！它这一个，它还没发育完整就让我给它逮了。这一个很漂亮哈，收了它。嘿，看看看，这一条鱼，这一条鱼，这个是小比目鱼，不活了。你看它的皮都没有了，在这里好久了，被吃了。一看这样，基本上剩个两三天了啊！走，继续看看。哇，大蛤蜊一个，明目张胆的就在这待着。这一块人来的不多哈，基本上就是赶海的人来，所以又让我逮了一个大的。哇，快看，哇塞，好大一条八爪鱼在这里。目测看它脑袋，我就知道它不行。虽然它的爪子没露在外边，哎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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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看，后边撕不出来，前面也出不来。它在这个位置好呀。
这里好呀，退可守，攻可防的。看，前后他都能躲藏。你看，我虽然能拿到他，但是我就是拿不出来。看，只能使劲了，使劲给他拿出来。但是我怕把他拉扯疼了，这玩意儿拉扯疼了就很快他就不活了。你看，你看他这个爪子扒着几下就是不出来。哎呦我去了，好鲜活这一只呀！大家都不让我用鲜活这个词了，那我换什么呀？非常活跃。行吧，瘦了啊，快出来。哇塞，这里咬着大蛤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只看到这个了？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磨砂的这个，看，给它拿出来。哇、哦，这个不小啊，这个一看就比这个大一截。这个你看，用手都握不，这个用手都握不起来呢。这个吃的肯定很过瘾，你们知道吗？贝类越吃大的越过瘾。话筒里啊，继续找一找。哇塞，你们看这里边的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它是不是又被浪拍在这里了？哇塞，还是很鲜活的在这里，给它洗一下沙。你们看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大货？哎，蛤蜊吧，壳，看看啊。哎，螃蟹好大一只啊！哟吼，逮了它吗？拿回家，不拿回家了，太小了。给你们看看，肯定有不少小朋友看我视频，他们喜欢这种小螃蟹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来呀？来抓螃蟹吧，还有八爪鱼。忘了啊，等着你们来抓。看，我又发现这么大一只大蛤蜊，离老远就看到了。你看它自己造的这个窝好大呀，先给它拿出来。你们看这个花纹，你看这一圈一圈的。这个蛤蜊我看一下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么大的蛤蜊生长个至少得个4、5年吧，太珍贵了。这下让我发财了。这昨天晚上的风很大呀，把这么多大蛤蜊，老蛤蜊应该说哈，都给它拍上来了。回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？看前面冒出一堆啊，看一堆大蛤蜊，看错了，我以为这个也是呢。看一个比一个大呀！你看这个在这好长时间了，还长了这么些水，长了这么些这个灰尘啊！看它们的花纹不一样啊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品种，就是变了，就跟人似的，长得还不一样呢。这个大蛤蜊啊，都好多年了，看来昨天晚上的风不小，是不是啊？收了啊！你看这里一个猫眼螺，哇塞，它快钻进沙里了，是不是？你来拿它吧，戴上你的小眼镜，你来拿，戴上，嗯，然后用手去拿它，用力，使劲儿，可沉了，哇塞，你看它好大的肉啊，是吧？对，我给它洗一下，洗来，你捏，就捏它的肉，两个手，对，使劲捏。哇，出水啦！哇塞，这个猫眼螺沉不沉？它变小了，它。对，它变小了。变小了，肉还挺多。对呀，它肉还挺多。你说它为什么会变小了呢？它是不是缩进壳里来保护自己，对吧？可能。可以保护。你们螃蟹！逮它，逮它！逮它，你逮它！是不是在这里啊？你让我干什么？哎，沙马蟹呀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不敢。别！马蟹，马蟹！我们捡到一个好东西！耶耶！玩呀！可怜，它会吐水，看。吐水？你拿，它不咬人，它也不夹人，你拿。啊！不要啦！喂，这个好可爱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挺可爱。那你看它的壳有一个白色的点点儿，不敢。你拿你动，不敢。你动上边没有事儿。看，它的夹子也会夹人，小心夹子啊！好漂亮。对呀，好可爱呀！来来来，咱放桶里吧。放桶里，收获一个猫眼螺，还有一个小螃蟹。我们来继续看看，走。又一只猫眼螺，是不是？只露一个壳子，没露肉。这个你来拿，你看它肉也好大，你来，我自己拿。对，你来，我来拿。最近沙滩上好多呀，捏它。咦，我给你洗洗沙里的。哦，肉好多。对，肉好多，快捏，快捏，要不捏它就缩了。使劲捏。对，使劲。捏不动。那我来试试。太脏了。我给你看看啊。你喷我一身！哦，你看那个八爪鱼怎么回事？哎、这么漂亮！
黑黑的，我的天哪，你还敢拿吗？不敢了。过来，你摸一摸它。不要了。摸一摸。你知道为什么黑了吗？它在喷墨汁。对，章鱼在喷墨汁。你看它的脑袋长长的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攻击它了？所以它在喷墨汁。啊，好黑呀，好黑呀，都把它自己给染成黑的了，对吧？差一点把它给染成黑的了。你看，我们快来看，那谁吃又一只又一只墨月螺。你看它钻沙钻了一半，是不是？你拿吧，你拿，使劲儿，用力，它钻进去了，所以说会很沉。你用力拿它。哎，哇，厉害，拿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大的肉。它的肉舒服吗？软软的是吧？好大呀！我给你洗一下沙，要不然它又缩了。来，这个你来捏，使劲儿，用力。它自己都开始喷水。对，它自己都缩进去了。呀，好看！喷泉。对，喷泉。哎，这个捏得好啊，这个漂亮。真的把它捏成了一个小扁担儿。对。下一个咱如果还能找到的话，再让你捏好不好？嗯，走，放桶里吧。哎呀，你今天收获还不少，是不是？对呀，爸爸都，你怎么还捡这个水？对呀，要因为咱们在海边要记得拾垃圾啊，是吧？快看，这是啥？快来看，这是不是咱们喜欢的贝壳呀？上一期。哎，寄居蟹。寄居蟹。看到了吗？看见了。对。哎，让它爬出来，让它爬出来，别动它哈。对，别动它，让它爬出来。它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啊，但是它听到我们的声音了。对，它是不是害怕呀？嗯。咱带回去吧。可以。带回去养着。啊，我去跟爸爸说一下。行，那你去吧，我这儿等你啊。去吧。快看，这里一只墨眼螺。哇，这个墨眼螺咋回事啊？你们看，那里还有两只。这么多，来我给你们表演捏水。刺我腿上了。这不是我刺的，是墨眼螺刺的。好大只的一个，多大？哎呀，差点把它给摔坏了。到了季节了，墨眼螺都很大。看，刚来就收获三只墨眼螺。这里，看，它这里是要在这里要卧沙吗？哇，请观看我的表演。哇。哇，我这手感不对，看，哦，不是，我这手法不对。哎呀，这个不错，来捏一下这个看看怎么样啊？看，它在这里都粘了好多小石头了。哇，哎呀，太胖了这个，哇，它好多水，但是我就是感觉手法不对，你捏不出来。哇塞，不错不错，收吧。你看那边还有一只沙贝，过来捡了哈。哎，快看，姐姐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只小海螺，这海螺也太多了，姐姐这里，来赶紧找一找哈，肯定能捡不少。不是，你看这里啊，这么多，哎呀，看他们为什么没有吸石头哈？因为这是大风大雨给它拍起来的，它肯定是站不住。哇塞哇塞，我的天，这里还有啊，哇塞哇塞，哎呀，我已经无以言表了，太激动了，就光会一个哇塞。前边还有一个，前面我镜头对着，那儿，那儿，我非得把镜头咔拉这儿，在这里，那我没看到啊，它太不明显了，你看，啊，这个被浪打的，扑棱扑棱跑了一个墨眼螺在这里，看，它本来应该是就是都吐着肉的哈，但是被浪打来打去，它自己就收了，它要保护自己哈，要不然这个石头不成了，收了啊，嘿。咋回事？不是的，它受伤了。哦，还有黄。对，这是它的黄，很好吃呀。这应该是被昨天晚上刮大风给它打碎了。昨天晚上的。臭了没？我看这里还有那里有蛤蜊呢，来捡一点回去吃啊。这就是最近大风大浪的多妖啊！看看看，就出来了。我的天，你看这个超级大个。这种超级大个很少见哈，普遍都这么大。哇，这种蛤蜊长得很快，都不小，它比花甲大多了。看，啊，花甲的肉几乎吃不着，看这个能吃得很香啊。看这边，
这里还有来着，这个个头都不小呢。这里你看这个，我就说吧，大风大浪作妖，对了，一个浪上来就给它拍碎了。你们看，看看，咱看看这个，哇，我给你们看看，这个肉特别特别的肥，看，哎呦，很鲜嫩哈，而且这种它水分很多，一口汁特别的好喝。行了，放桶里吧。啊，放地上，放好了。看这里还有一个，看一点都不明显，还好我眼力见长，可以啊，收了。你们看，我发现了鱼串蛋呀，好搞笑，真有意思。你看，这里两只，这里一只，那里还有两三只，我都数不过来。来来来，挨着数一下，看看有多少只哈。两只海鸭蛋，这附近的海鸭子下蛋可真好玩啊，它不一堆一堆的下了一串。看这里还有一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哎，一共下了八只蛋呢，不少哎，下的。那边没有了，我就多么想着上边还有还有，我一直捡到头啊。看这里一下子三只，八只蛋啊，哇塞哇塞，看刚来就发现就抓了一桶蛋，一个八爪鱼什么的收获还没有哈。我继续看看我还有没有蛋，走看看这里。看来看来，我发现这里还有两只。哎呀，十只蛋，一只五块钱的话，50块钱到手了。哎呀妈呀，太美了！这个海鸭蛋那个营养价值高哈，咱不卖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差点掉下去。这边发现这里，你看八爪鱼，那里还有一条。呀，看这里奄奄一息了哈。发现一个问题，八爪鱼脑袋好像都这样，很有意思哈。不说了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快过来。它怎么在这里待着呀？这里水太脏了，给它呛死了吧？你看，哎呀，给它洗一下，看这状态还是活的，但只是不是太明显。哇塞，它这个脑袋好大呀，又是三瓣的，还有卵，你们看，这个收了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吐沫了，遇到危险了，对对对，我跟你们说哈，八爪鱼遇到危险就吐沫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它沫这是多少呀？哎呀，我是强忍着伤痛给它往外洗沫呀，因为沫很有营养价值，具体什么作用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啊。你们真的是意想不到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得给它洗出来，要不然我的桶就糟了。嘿，好了，放桶里吧。哇，好大一只大蛤蜊！哎呀，这个大蛤蜊可贵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妈，醉了，好可惜，大浪给它拍碎了。看。这个也好大，但是这个大，这个小一点啊。好不容易抓个大的，又碎了。但是看着很新鲜。哇塞，带回去吧。这个很贵呀，捡也不好捡。收拾它啊。这里一只虾背，再给它选了啊。我用目测看它是个活的，看还闭着嘴的。怎么样？现在这个季节天气太热了，就是不希望捡到张口的。收拾它吧。来这边石头底下看看有没有放什么八爪鱼大货之类的。哎，没有啊。哇，什么脑子里想的是八爪鱼，竟然发出来大了两只，还有一只呢，三只三只。哇塞，哎呀，这是意外的收获呀，好惊喜呀。你们说是一条八爪鱼好还是三个海鸭蛋好啊？这来捡了有个15-16只了吧，不错啊。今天这个鸭蛋好能下蛋呀，放手里。不知道那边赶海的收获怎么样哈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捡到海鸭蛋呀，可以继续。哇塞，你仔细瞅一瞅，藏在这底下有一只小海螺。哇塞，再拿出来啊。哎呀，它吸住了。哎呀，我去了，收缩的可真快呀。你看，就往它往外抠的时候它就开始缩了。其实不错哈，这个小海螺今天只捡了一个，再多找几个吧。这是个啥？大海参吧。哎，不对，我刚走过来它就被水冲跑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像珊瑚还是海洋菜啊？不好吃，扔了吧。好多大虾呀，哇，这应该又是排水口排出来的，我这么多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。来拿这个吧，从这里开始啊。看，好大个的大虾呀，是用手比一下，2030的，比4050的还要大呢。哇，好多，但是这里水热乎呀，他们都不活了。今天那不都在跳吗？跳啊，我说有部分不活的，跳你脚上了吗？有部分不活的，你就知道吧。
那个，因为今天天气还不是很热，如果太热的话，你看这边那边还在游。如果天气太热的话，估计它们都变红了，口在这里煮熟了，真有意思。来看看看，哇塞，好大只！我的老天！你们别怪我口粗语多呀，我见到大的我都惊呼呀。这个小一点，有点小哈，不太均匀。这排水口怎么回事？这是闸门没关好吗？哎呀哎呀，哦呦，个别的还活。我想起来之前我捡大虾的时候，你们就说，哎，从桶里跳出来了，蹦出来了！我的天！哎，看看看，这个爪子还在动。看，往桶里，是它蹦出来的吧？它蹦出来咋又不活了呢？不是这个，是它，是这个。这个能蹦，你看。嘿，逮着了，看，很鲜活哈。我说我上次我刚要吐槽你们，上次我说我抓的很鲜活，不是都活，当然有一部分死了，这一个也很活。看它脱离了它里边的那个温度计之后哈，脱离了那个温度，它就会不是太鲜活了。所以说能活着已经很幸运了，不活也没有办法，不耽误吃。这里还有两只鲍鱼，哎呀，哎，吸住了，哎呦，好，把它掰出来了，看。个头不小啊，在动啊，还活呢，活，这个没吸，哎，这个吸了，你看，这个，哎，我以为它没吸，也是吸在这了。我看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那只虾很鲜活，这里还草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让我一弄掉了，呜，凸起来了，哟呵，看看这个大虾可鲜活了，看拿起来它就不动，你在水里还是游一会儿的，这桶里的是不是又要跳出来了？看看。看这里面还有吗？好多呀，感觉。看这儿，水都让你走浑了。你看这还一个。我没看到，这里水太浑了。哎，你看，这个虾还动。你看它的小脚脚，看，这个那一出水它就跟不活了一样。放桶里吧，死活着吧，都无所谓了，都不耽误吃，反正。你就像它现，如果它现在活，它到家它也不活了。嗯，这里还有一只，你看你仔细找一找，都在这底下躺着呢。今天的雾太大了，水呀也不是太清澈，看不清。啊，哇，哦哟吼，你很厉害呀，想蹦出来？哎呀，那哪里还有啊？那，哇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石头底下估计还有。对呀，它有活的，它就自己爬到石头底下了。它这只也不小个头。翻翻石头底下看看有没有，有吗？哇，哎，是螃蟹不是虾。小螃蟹哦，好多螺，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？哇，是不是有一只？你看到了吗？在这里。哎呦呵，哎，看还行吧。看看还有吗？这里水很深啊。没有吗？不能啊，就一只吗？从我桶里蹦出来的，它不是它在这里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只桶刚把手机关了，它从我桶里蹦出来了，再加上手机给它拍一下。这个虾子很调皮啊，想当两次演员。你看它蹦出来之后它又装死不活了，明明蹦出来的就是它。哎，掉了，放桶里吧。过来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哇，它正在蹦，要不然我也没发现它。它一蹦，我让我发现了。它一蹦一跳的，然后我就看到了。这就像就在这种水里啊，发现一只大虾挺费眼睛的。它这个头也不小哈，这个头都是2030的。这2030的得卖多少钱一斤啊？啥规格的？太不错了啊！要是让老板知道，他又哭了。这里一个虾背，捡虾的过程中还捡到一只虾背，不错啊。看这里还有一只虾，带走。哎呀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一下子100块钱到手。不传来了多么熟悉的声音。你可别唱了，你这一唱都要害笑了，我感觉。看这个大虾不错，唱出来一个大虾。笑了。哇，你看是不是鱼呀？还是龙虾呀？我看着好大，黑黑的。你看啥？哇，好大呀！哇，哎呀，快出来！哇塞，一只大龙虾呀！看这个龙虾的脑袋好大呀，这个钳子特别有劲哈，咱们要小心，不要被它抓到。你们看，是个两只大钳子，它
看起来特别有劲儿哈，我拿就感觉它特别沉，咱们小心别被它夹到。好在这个龙虾它那个不活了，也不用怕它夹了。看这里一朵凉菜，再给它摘回去吧。这个季节这个凉菜特别多，但是到过一段时间的话，它就那个全都化了。趁现在这个季节最好吃的时候，赶紧弄回去吃啊！哇，我看到这里一大半爪鱼，那里是一条，那里也是一条，你看，看到它爪子在动了。哇，这只八爪鱼，快看，它在这里等涨潮啊！它海水马上就涨到它身边来了。这个还是不错的啊，看着很新鲜，收了它。看这里，这一整条的鱼经验呀，一看它就是个老油条。来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你看还藏在海菜底下。哇，这个脑袋也非常的大，我感觉这个八爪鱼半斤啊，脑袋占一半，看腿这么细，脑袋这么大，这里边全都是它的卵哈。哎，起来起来，这里好危险的，来，把握手给它收了啊，放桶里。这里一个扇贝，看看啊，给它拿起来。哇塞，这个它不活了，而且它还是公的，你看张大嘴了。这个但是看着很新鲜，拿回家仔细看一下，能吃吃，不能吃着不要了啊。放桶里先。哎呀，赶海不容易啊，一个都不舍得丢。哎，继续找找。嘿，啊，没有，走，继续看看。石头底下不能放过啊，一个石头都不能放过。哇塞，我刚说完这句话，然后就让我发现一只八爪鱼。哎呀，这真的是付出就有收获呀，一点都没有不够啊。看着它这八爪鱼非常非常的鲜活，收了啊，放桶里。你们看这里还有一条八爪鱼，它感觉到涨潮了，看水都涨到这边了，所以它出来了，但是它爬不起来，因为附近好多石头。哇塞，让我给逮着了。哇塞，看这一个也是非常的漂亮哈，看这浪这么大，咱们赶紧快走啊，往上走往上走。哇塞，我看这里两只扇贝，最近这里扇贝很多呀，我喜欢吃扇贝，所以我又来了。看这里还有一个，个头差不多大哈，但是这个漂亮一点，这个粉色很好看，收了。这里两条八爪鱼，哇哇哇哇哇！你看这个，在这里活蹦乱跳的，在这儿，它在这里干啥？它是想找它吧？这里还有一只，中间隔着一个石头，就像隔着万水千山。这两个太不容易了，还没等相遇就让我给抓了。哎呦，这个很漂亮，而且很干净。哇塞，我想吃，放桶里啊！但是我肠胃又不好，不能随便去挑战。哇，这一个也很漂亮，你看这个就瘦小，应该是个母的吧，你说呢？这个但是它奄奄一息了，不太活了，放桶里啊。哇，这里一只海鸭蛋呀，我天，这附近也是有养海鸭蛋的吗？哇塞，咱赶紧多找一找哈，找不到的话那没办法，一个属实不太满意，放桶里继续找。你看你看，这里还有一只蛋，哎呀，它藏在这里边，你要是不仔细瞅瞅都看不到，我这里边千万没有螃蟹夹我。我把蛋膜拿出来，顺便看看有没有螃蟹里边。摸一下，好吓人啊！没有，摸不到。但是我感觉里边有大螃蟹，这个石头咱就搬不动，算了啊。把蛋拿着就不错了，两只蛋，等哪天能不能捡到一堆儿，你说，放桶里啊。看这里好漂亮一条鱼，哎，它还是活的。哇，你看那是个啥？那里好像一只大螃蟹，大螃蟹，快来，先把这个鱼逮了。这个鱼的眼都没了，你说它活的？这是我看到它动。哎呀妈呀，它不活了，扔在这儿吧。快来看这个大螃蟹，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水还挺深的，你不用过来，这边不好走。这个大螃蟹不会也不活了吧？它不动了。这是一只大蜘蛛蟹哈，之前的时候我赶海有见过很小的，但是我没见过这么大的。哇塞，这是个什么螃蟹呀、啊？还活不活？我先出来，这里水太深，还活不活呀？这是不活了吗？哎呀，我去了，不行了。但是看着我闻一下，看着还是挺新鲜的。头一回捡到这么大的大螃蟹哈，蜘蛛蟹吧像是。看这每一个大爪子肉都很多呀。这个螃蟹不知道肚子里有没有肉哈，头一次见，头一次吃哈。看这一条八爪鱼，它在这里活蹦乱跳啊！看看它在这里挣扎什么？头一次见这种体型的，这什么姿势？哇塞，超级鲜活！哇，看，头一次见这个形态的。哇塞，这只八爪鱼挺瘦的哈，但是看起来很漂亮。
快看，怎么样？生了啊？放桶里，继续找一找。这边火烧很多呀，我看这里没有啊，这是海洋菜啊，不用了。我看见这里还有一条八爪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看今天的八爪鱼怎么就这样啊？这个动作，哇塞，你看竟然要跳舞还是在挣扎呀？看不明白哈，咱也不懂八爪鱼的语言。看呀，这个最明显的是它的大脑袋，三角形的，一个两个三个，看这里边就是它的内脏，这个还有卵，你看，哇塞，不错，这个也很漂亮，漂亮它。我发现这里一个扇贝，哇塞，这里还有个大闸蜊，看先把扇贝拿了，这么大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大毛蛤蜊，不是不是，大蛤蜊，说错了，一激动啥都说呀。看这个，好大只啊，这一个，这个很少见，这么大的。这个扇贝还不错啊，收了它，放桶里吧。再找找八爪鱼什么的有没有？没有，看这里一个假鲍鱼，能找到个真鲍鱼就好了。这里搬不动，看看这底下，哎呀，没有，啊，也没有。那哇塞，你们看这里好大只一螃蟹，这个叫发财蟹，我拿出来给你们看看。咦呀，这种生腌就可以了哈，完全够生腌的个头了。你们喜欢吗？这种小朋友最喜欢抓它了啊！我不要了，放在这儿吧。它咋不动啊？这什么情况？放在这儿，希望它能活啊！看看有没有虫。八爪鱼，哦，这里边好多螃蟹，想吃个八爪鱼。看看这是肉酱，哎，没有。来这边继续看吧。喂，快看，在这里有一只，呜呜。我过来就从石头缝里看到它在这只大爪子了，哎呀，哇塞，这一只好漂亮！哎呀，吐水了吧？千万别让它吐沫，往桶里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还在着急的挣扎呀，没有用了，收了。翻过去先看看有没有货，继续翻哈。这里的石头我看长相挺好啊，有八爪鱼，没有，来这边继续。哎，哇，又一只，看好大好大。哇塞，这个很漂亮呀，看肤白貌美，粉色的，透着粉粉的颜色，收了啥？放桶里吧。哇塞，快看这里又有两只扇贝，嘿，我拿出来给你们看看啊。看这个扇贝好漂亮长的，因为它的黄特别的鲜艳，这种扇贝特别好吃，而且也是特别贵的，看一公一母正好，但是很遗憾的是它们开大口了，开大口了就是缺氧缺水了啊，不活了。但是看着很新鲜，咱先带回去吧。看这里还有只扇贝，还有两只呢。看这里，这里的话在水里没问题。看这个还是活的哈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也还是活的，收了它吧，放桶里。这里又捡了不少扇贝呀。哇塞，这么明显吗？你看，上面一条大热鲍鱼，白白的肚皮它就朝上了，不活了吧？啊，快看呀，不活了，好可惜啊。你看它的嘴还动，它等来一会儿就好了。看这个鲍鱼颜值还是很高的，而且看起来很新鲜。咱们看看这一哈，看看，哇，你看，鲜红鲜红的。看这里，又有一堆凉菜，我也不知道这种叫什么哈、啊，这个说是叫冻菜，但是我感觉怎么这么别扭呢？反正我就叫它海凉菜。弄凉粉好吃。嗯，是的，那个把它凉，一烫，然后凉拌一下。这种贝壳在我们海边很多，咱们有想要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送给你们哦，多点赞多转发多评论都会有机会送哦。我发现这里又有一堆蛤蜊的痕迹，你看是不是？但是看起来这里不多的样子，你看，哎呀呀呀，还不少呢，这就是五个了，再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了呢，看着不多就是不多，我这经验还是不错的。看这里还有一堆，哎呀，这是一个还是一堆啊？不会就这一个没有了吧？那你也太孤单了，我再给你找一下啊，看还有没有铜板，看出来了，看看怎么样？哎呀呀呀，这里还有，哎呀，这个太大了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看一个比一个大，就是这种大的吃的可过瘾了。我们这现在这个季节，这种好多好多。放桶里，这一会儿一盘够吃了，咱也不用抓太多，一顿够吃就行。
走。这个石头底下，我估计八爪鱼，来翻一下看看哈。嘿，哇，两条，不止一条啊！哇塞，快看快看！嘿，嘿嘿，哎呀，哎，站个石头还下嘴，看怎么样这一条？不错不错啊，收了它，都是些大长腿，这个也不错，收了。看这里还有一条八爪鱼，这今天来晚了，看看它长腿都长到身边来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八爪鱼它也不是太活了，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。你看，也是非常好看的大长腿，其实啊。哇塞，什么情况？快看，有条八爪鱼在这，这条八爪鱼腿好长啊，这个腿还断了。你看，哇塞，好鲜活。你看这是八爪鱼。我的妈呀，它吐沫了，你看，哎呀呀，这还有残留的鱼沫在这里，哇，吐沫了，捏出来了，你太坏了，给它往外捏一捏吧，要不然它吐到桶里还得刷桶，哎呀，吐的沫营养价值减一半，太可惜了，干啥呀，跟谁打架了，它还很鲜活哈，一般来说八爪鱼吐的沫很快就不活了，它还不错，它这个，看它这个状态哈，哇塞，刚来就看它的大长腿了。这腿比我的还长啊！哇，这是个啥？还动呢？你看，这啥啊？摄影师的大脚！嘿，跟你们开玩笑啊！走，继续。哇塞，这里好多小龙虾呀！快看，这两天这里好多小龙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哈。你们不用不相信哈，这里就是这个淡水排水口啊，这里也是养殖场的排水口，所以你们一定要信我啊。在海里捡到小龙虾不是不可以，虽然它是淡水的啊。你们不知道呀，我还有朋友就是下雨，刚下完雨在海边捡了一桶那个鲫鱼，真的是真的。哎呀，虽然它不符合现象，但是哈，它就是事实呀，真的是太过瘾了。毕竟这种现象也是少数哈，我一年也就碰到这么一两回，去年整整一年捡了一次。今年这算是两次吧，哇，好多好多，是不是都冲跑了呀？那快点往下找，去找去找。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，我是不是没给你们看呀？给你们看看，哟吼，还挺鲜活的。那是抓掉了。抓掉了呢。哎呀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疼不疼的爬呀？看看，哎呀哈，它的尾巴还会弹，你看好有弹性，这个很鲜活，看。那还有个。哪里呀、啊？下了一个星期的雨，终于晴天了。好、我没看到，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个颜色跟地有点相似，我看不到。快看，哇，这里还有这么多，嘿，他们都往下跑。你们看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好大呀！瞬间看起来有食欲，瞬间就想吃了。走走走，快点往下找。那里还有啊，这，哎，我看我先把这里捡了，这里是不是有两只？咋不见了？一只，这里还有，快点，重点是快往下去，都跑了。看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到这里了，都这么远了，看，真是好大，哇塞，而且很鲜活，就是这只有点脏啊，你咋这么脏？哎呀呀呀，好弹性啊。它咋这么脏啊？你看，给它洗一下子。这个太脏了，估计毕竟是刚从小河里出来的啊。在桶里，这里有个龙虾要钻石头呢，幸亏摄影师提醒我，我都没看到。带走它，这个还干净一点，白白嫩嫩的，很鲜活。主要是个头大呀，好大呀！我去，收了它。哇塞，这天，这一个还小一些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太大了吧，这吃起来得多过瘾！哎呀妈呀，夹我了！幸亏他没用力啊，用力我得嗷嗷得叫啊，好疼啊！这个也不错哈，好大只呀！这个得卖个二三十一斤吧？你们那多少钱一斤啊？花筒俩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忘了，我给你们看呀！我把我抓的八爪鱼和小龙虾放在一起了，这是谁吃谁呀？估计小龙虾得把八爪鱼给夹死了呀！拿出来，找个袋子装着。走，继续找吧。哇塞，这里养只海参，你看它的形状，怎么
都不一样呢。你看这一个还不错，是正常的，这个怎么扭曲了在这里？哎，你给它捏一下，它就恢复原形了。今天的排水口哈，把那个养殖场的那个海参都给吹过来了，小龙虾、海参都有，就是没有鲍鱼。再来个鲍鱼，咱们今天收获就完美了，对吧？爆头脸。看，我发现这里一条八爪鱼在这里躺着，看它的脑袋在这里，好明显呀！咦，这个石头很沉，哇，搬起来吧！嗨嗨啊！我本来，哇塞，这里好大一条八爪鱼，你看它吸的这石头，哇！大家好，我是妞妞，我今天又来赶海了哈！看我刚来就收获这么一条大八爪鱼，我相信今天收获肯定不少啊！收了它吧。看这里一条八爪鱼，看它的爪子在这里露着，哈哈。看来今天天气不热哈，它就随便这么一躲就行了。哇塞，好鲜活呀！你看，我看那里还有一条，你发现了没有？收了它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哇塞，看这一个，哟呵，发现我来逮它，它要跑，你看，是不是要跑？要跑，要跑，让它跑一会儿。嘿，抓了它吧。我要喷水。收了啊，这一条不错啊，这一个我能感觉到它很沉，往桶里边。哇，这里一条落火鱼，看，完了吧，这里一动不动。哇塞，它是活的，自己就翻过来了。哎呀，哇塞，说它不活，它还不愿意，你看，哎呀，不让拿呀，嘿，哎。活了，在这里挂了，但是他还用爪子洗，盘在这里，奄奄一息哈，多少还有点微弱的感觉，收了它啊！哇塞，我看这里还有一条八爪鱼，看，我一眼就看到了，它这个颜色怎么这么红啊？我看，哇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吓我一跳，没抓过这么凶的八爪鱼啊！哎，你看这一会儿又抓捕啊，嘿嘿，收了它啊，往桶里。这个眼都出来了，这他是让谁给他把眼啄出来？螃蟹吧，是不是螃蟹把他眼给啄出来了，所以他不活了。哎呀，我天，太可怜了，带回咱家吧啊，收了。看，我发现这里一个海参，哇，好大一只，你看看，小胖的一个啊，可以这一只，哇塞，这回回去做个粥喝哈，收了吧。我看那里好像还有，哇，那里还有两只。要冲跑的节奏啊！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幸亏我手快。哇塞，看它这个怎么这么小啊？你看，这么小，这么胖，好好这一个重一点，都什么造型啊？一个小鸡蛋一个，收了啊，往桶里吧。看这里一只海星，哇，这个海星不小，最近抓的海星都很大，你看跟一个手掌差不多大，给你们标一下，好。这里边这就是成熟了，里边能吃好多好多籽儿，从它的脚这里啊煮熟了就可以吃。黄铜莲，你们猜这一个，看那里还有一个好大呀！哇塞，你们猜这么大的海星回去我是给你们做个标本还是我自己吃了？你们都知道我馋哈，评论区里好多人都说我牛牛抓住海鲜首先想到的就是吃。看这里，哇塞，好大一只八爪鱼在这里。不明显吧？你看它的它们的保护色就是啊，看它附近的生物是什么颜色，它就变一个什么颜色。嘿，哇，吸得好紧，哇，看，哎呀，这只好大呀，感觉好沉啊，有个一斤左右哈，你们别不信，它真的很沉。收了，它这个大脑袋里好多东西。你看这里一只鲍鱼，嘿。
又抓到一只鲍鱼，你看它吸住了，不知道好不好拿，人家手都进不去。哎呀我去，哎呦扣不下来，哎呀看扣下来了，个头还不小啊，装死了又。他们这些海洋动物哈，就是有点要喜欢装死的感觉。看这里，找一找，还有没有啊？哎，看这里，我发现一只海参。我的天呀，这什么颜色才能看到？你看它是不是又是，跟这个石头颜色一样了？哎，可能它就是注定是在这等我吧，一般人可真发现不了。我看那鲨鱼在这里转老半天，它就没看到，还是我眼神好一点。看，我看这里还有一只海星，下来捡的，看哈，肉好大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，没发现，我只看到这一只了，这一个被这个石头挡着没看到。来吧，小宝贝儿！哎呀，这是海凉菜，今天咱海凉菜就不要了，看到只要大海星。怎么了？看它活不活？活不活？它的小脚脚在这里，活的，你看动啊，只是不明显，你知道吧？我给你们看看，我抓的这三只大海星啊，这两个，还有这一个，这个大的要断了。你们看这三只是不是很漂亮？收起来，都放桶里吧。哎，我发现这里好多小螺，看看啊，不少不少，这就是那种很嫩很嫩的那个小海螺，这个小海螺肉特别嫩，哎呀，一炒用辣用火锅底料炒，特别特别好吃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差点没发现，你也帮我看着点哈，我发现我最近眼神不太好使。那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是吧？嘿嘿嘿，我看里边还有一只，哎，那个是巨蟹。看怎么样，不少吧，嘿嘿嘿，然后再抓这么多，然后就能盘炒一盘了，放汤里。看看，好，过来再找一找，看这里还有几个小海螺，一个，这里还有，哎呦哎呦我去，不小心坐地上了，哎呀干海太累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哈，这个不活了，它是吐舌头还是不活了？不太活了，是，但是带回去吧，不能吃再说。看这里，我看还有一个活的，再继续找，再找这么一把，一共吃了啊！走，我看你看这里是两只猫眼螺，什么情况？先把这个拿了，它不推沙也怎么着？你看这一圈都是它的粘液在这里，我从这里一直走到这儿呀，但是它不推沙，应该是感觉这里沙硬推不进去吧？哦，这都水淹啊！这感觉好啊，这个感觉非常好，捏得非常成功的意思啊。来的，看看这里怎么回事啊，它这里也在这里转了一个圈，它肉都吸进去了啊，你看吸进去了，哇，哎呀，它这弄了，这个吸进去好多沙呀，哎呦，回家再吐吧啊，来我捅呢，好了。哎呀，好多汽油啊！对呀，还有好多汽油。看，这个在海里是属于污染啊。这个是轮船上的玻璃身吧，应该是。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啊。之前也捡到过一个，今天再给它拿出去啊，再带出去。走。哎呀，好，发现我来逮它，它要跑，你看，是不是要跑？要跑，要跑，让它跑一会儿。抓来吧，我要喷水，收了啊！这一条不错啊，这一个我能感觉到它很沉，放桶里吧。你们看，这里竟然一个桶啊！这，哎呀，快看，八爪鱼！我妈呀，这里边竟然藏了一只八爪鱼！我还寻思说这谁家的桶，在考虑要不要这个桶的问题。过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只大八爪鱼在里边藏着了！哇塞，哇，先把咱八爪鱼收了，再说桶的问题啊！这八爪鱼好大呀，我感觉有点拿不动了，虽然有点夸张了哈，但是你们知道这个能一个就能炒一盘这么大的，这谁家的桶？这谁家的大红桶啊？不知道是谁的桶，可能遗漏在这了哈。这个桶我先给他拿回去，如果有同城的朋友看到我的视频的话，如果还想要你的桶的话，你在我视频里给我留言或者给我发私信，我再给你在这边找个地方放回来啊，然后你再来拿。这个我暂时先给你保留着了哈。这里好大一只大蛤蜊，什么情况？
哎呦呦呦，哎呦，哎呀妈呀，失败，是一个壳子，哎，不错啊，这个带回去，做个什么东西可以啊，收着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货呀。哇，你看这里，一只大海参，我差点踩过去，你看我要踩过去就把它压坏了。哇，幸亏我脚慢了一点，你看你看它在这里又化了，今天天气非常热啊，差一点化了呀。刚才还在爬了，我看见。对呀，它，哎呀，看看看，特别特别软，我来拯救它一下啊！希望放在我桶里，它能复原型。恢复原型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小胖子，放桶里吧。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货。哇哇，快看，我看这里又一只海参！哇塞，咱们捡两只海参了，今天可以啊！虽然今天天气很热，这回来得及了，这一个又差点化了。哎呀，这夏天赶海啊，这夏天赶海啊，一不小心捡到的海参它就化了。看这一个，希望咱还能拯救它哈，差点又要化了。放桶里，我给它打点水，我一会儿拿出来给你们看看，看看它能不能恢复原形啊。走，快看这里，一只海参。我目测一下，看这个它没有化呀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刚刚逮的那个都化了，它在这里是不是藏得好啊？这个好在它没有化，你看形状还是不错的，软软乎乎的小胖子，全是青春痘。这是人家的刺，我之前看一个主播只啃他的刺，咱也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。哎，把刺收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拿在手里这一会儿要化了，化了，化桶里吧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看，这是虾的蜕皮。哎呀，我第一次见，你们看呀，这个虾得多大呀！这么大的大虾你们见过吗？哇塞，光它这个能吃的肉这一部分就跟一个手掌这么大。哇塞，这要是让我碰到那个大虾该多好，我就估计我就开心死了。可惜是个皮啊，这个我得带回去放桶里。哇，仔细一看，这里是一只猫眼螺。哇塞，它的颜色跟沙差不多，你看它在这里吐水，你看它，你看它，你看你看它怪好玩啊，在这里看看看，只是他没有，只是他没有把他的全部都露出来，他在这里保护自己了。看，这里水有点烫哈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肉出来，他就给自己烫糊了。你后边还有个猫眼螺。哪里哪里？哎呦，我不是下这儿有个猫眼螺。我以为哎，怎么了？还有个八爪鱼。哪里啊？你把石头捡起来。哇塞，我手挡着，我的妈呀，你吓死我了呀！我估计粉丝都让咱俩气死了。吓一惊一乍的，吓死了！哎呀呀呀呀，好大！哇塞，快看，拿不起来，直接拿不起来，吸力太强了。对对，哎，还有弹性还，就八爪鱼这样，就是多拽它几下，它就不活了，因为它肯定很疼，你们知道吧？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！一箭双雕，我那个去啊！不错不错，刚来。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第一个那个蜕皮的大虾，如果是个真的大虾就好了。个头不错啊，中个山。再找找看看有没有，哇、哦，好多小螺！你们看，这个季节小螺都成盆呢，一盆一盆的装都是。辣螺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也有地方叫香螺。你看这个好大，看到了吧？哎呀，这里边是不是寄居蟹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寄居蟹哟，可以养着的。咱回去放咱家鱼缸里行不行？放桶里啊，找一找。嘿，哇，这底下全都是藤壶，看到了吧？还有肉的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货？没有啊，这原味。走，继续看看。嘿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这是个啥？我怎么感觉它的形状有点像粑粑呢？啊，大海参一只。好长呀、哎！我的天，最近抓的海参都不大，这个大概是最长的一只吧。看，有点要化了哈。天气热，就这样，放我的小桶里给它恢复恢复。来，哎呦呦呦呦！我刚要翻这个石头呢，我看还没翻就看到它在这个石缝里。哦呦，有一只，看好大一只螃蟹呀！你们看到了没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海参我先放桶里哈，这个也是不小。看这个小螃蟹，我逮出来给你们看看啊。哇，这个还不小吧？还看到一只小虾子呢，我逮出来给你们看看。这个小螃蟹还小，咱就放了哈。我再给你们看看小虾米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对，在这里。
我怕我一动它跑了呢。这个石头还到这儿。嘿，我以为不好抓，不好抓。哎，蹦了蹦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给你们看一会儿，我就放了哈。进去吧，不要它了。哈哈，你看这里这一条怎么回事？它躺在这儿，这个姿势不对呀、啊。脑袋好大，你看，哦，它的脑袋会缩，你看。一碰他脑袋都缩了，哇！给他抓出来，哇塞！这个八爪鱼头一会儿竟然缩脑袋了，看这一条不小啊，收了它。你们看它喷沫了，我刚把它放进去，它就生气了，这也太不好惹了。回家下锅吧，话不多说了。